想要知道素玲的时尚态度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一定要顺自己的眼。那你的穿衣宗旨呢？就是一定要跟上潮流，还是要顺自己的眼。那你有没有什么口袋里面的名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有，我今天要带大家去一间超厉害，跟东京零时差的潮流店。那该不会你今天身上的就是？像我今天这个帽子，就是只有日系的潮流会做出来的。对，像我就今天配了一身牛仔，然后再配了一个这个。我开始想说，你为什么要带着一个泡背？不是，噔噔噔噔，它是一个手拿包，手机、化妆包、钱包和钥匙，对，口红都在里面。哇，哎，它是时尚与实用兼具耶。就像你讲的，腰酸，还可以放后面，没有安全感，抱着吃太饱的时候，对对，然后又有型。其实很大，真的耶。对，像我之前我都会带我的小孩子来，因为他们之前也有进一些童装，然后我就顺便帮小孩子买，一起试穿，然后就整家店都超好逛。而且它的颜色就是你知道什么感觉，什么品牌都有这样子。我跟你讲，品牌多到你真的是记不起来，真的很多，尤其是他们家的饰品，非常厉害。而且你看，像这个是围脖哎。但它加一条这样的线，就会觉得好像不一样，跟一般的围脖完全不一样。对啊，整个就是你非常有层次，对，然后又潮了一点。这好你的菜哦。对啊，这好像我的衣服，就感觉这家店有点牙败了，感觉什么都有，都很想买。这也太美了吧，可爱耶。这上面随便配什么都可以耶。对呀、天哪，这很好搭。这家店就是意图使人把卡刷爆。你看这个，我超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个呢，就是考验你穿搭的功力。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店员看。对啊，因为听说这边的店员也都很潮流，就都不是一般人。是的，非凡人。说着说着就来了，他的头发比我们还长。请问在你们这边当店员是都一定要就是像你一样就是很有特色这样吗？应该说每个人都蛮有特色的，有各自的特色。那你今天的穿搭重点是什么？都是店里的衣服。活动的招牌，看到就说恰克身上的衣服、恰克身上的裤子、恰克身上的帽子这样子。那这边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好逛的东西？对，因为我们品牌蛮多的。对，每一季都会换不同的造型师跟品牌。然后我觉得这边很酷的是，你还可以欣赏它一些摆设。我每次来这边都玩超久。摆设会一直更换。真的、所以我们不只考验服装品味的造型，店员还要也懂得居家摆设这样子。听说有很多名人会来这里哦，蛮多的、小燕姐、小燕姐、Vivian、徐若瑄、大小 S、关之琳啊，关之琳都是大美女耶。因为我们这边蛮多造型师跟艺人。哇，好缤纷哦！对呀、这个牌子就是我们这一季比较新进的品牌，因为我们每一季都会有新的品牌进驻这样。那一般像秋冬我们都比较偏大地或暗色系，那像这个牌子它这一次就是比较亮一点的，对，像这种我的菜啊，高腰大腰，欧美日本都很流行这种短版，对，那里面其实秋冬你可以搭配一个长版的东西的。其实日本蛮流行这种，就是整色系。现在是流行弯筒的感觉，整套的，对对对。哇，这好适合你，有写你的名字哎。对啊，对，这就你啊，这超像我的。我有一个类似的白色，它就是适合这一种可爱的，让人家想抓捏的那一种，不是？没有，就是你想干嘛？这样的。可是真的很可爱耶，而且就是你知道自己抱自己也很温暖。今天刚好天气变冷，就很适合这样的外套，而且它很亮眼。走在路上绝对不会撞衫。秋冬的话，这种亮色系其实不一定要穿，就是深色或是浅色。你看那个橘色也是很亮啊，我觉得台湾的品牌很难看到这种就是这么正的颜色。
正黄正橘这样。对，这个也非常的可爱，这也好好看。对啊，这也很像你会穿的。对啊，因为像日本的剪裁都比较细致一点，对，比较讲究。还有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长柱款。哦，长柱款，像刚刚比较年轻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比较轻熟一点。哇，这件也好好看，好美哦，这个在细节的剪裁上面都很漂亮。但这个牌子就蛮多客人喜欢，就是像出国啊，因为它带有点欧式，有点中式的东西的剪裁，而且它设计师真的就是很勒。我觉得它就是它没有特别去做出那种很明显的腰身或者是胸线，可是我觉得它穿在身上应该是很配修饰，很有女人味。对对对，而且现在很多客人他会穿这种再搭配球鞋，其实很有味道。像像做零件这样，对，然后你想去参加宴会或什么搭的花跟鞋，花跟鞋就可以了。你刚好看到什么可爱的要跟我们分享？我刚刚看到很特别的帽子，帽子。对，就是等一下想要请你试试看。那下午你帮他戴好了，我这怎么戴？它这个缎带你可以放下来，哦，真的，也可以弄成蝴蝶结。对，它很随意啦，你也可以绑到头顶上，绑到头顶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它的品牌就是很多这样缎带的东西。好可爱，我喜欢缎带哦。而且它的帽子是兔毛，米子菜。好好，完全就是你的菜。你再对低头说一次，完全就是你的菜。我很少看素玲这么认真讲一件事情。哇，这是秋冬，也是同一个品牌。哇，真的，它经典就是这些设计。这个球球好好摸。嘿，哦，也好米哦。对。而且这随时随地可以这样，对啊，就是让你手不会闲着，对，手不会闲着，手都有戏，紧张的时候听这两件新进的品，对啊，好可爱哦，哇，怎么这么可爱？怎么办？感觉这家店就是要把卡拿出来的感觉，对，而且我声音莫名为什么高八度的。这种复